个性。我们俩是用一句话，用一句话，冲动。你说来，桃花冲动。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我们这一代人。正好比的风起兮云飞扬啊！让子弹飞会儿。你炕上藏着鱼，地印子里藏着鬼子，你看你多大能耐呀！不是话，是话捅不过，我害怕，我下不了手。等我一下，你让我逮他，让他逮他。是吗，老爷？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来占领全满洲的领土，我来，我来。我都跑了，这里是誓言，中国的目的高大的免贵姓他干什么？姓汤。汤水，我当县长，你继续当我的市长，咱们鹅城走一趟。人民真活泼，人家人民真活泼，今天给你了。人民的思念是人和敌人也登不破的。
是要跟我到处发钱吗？今天不是把钱都发光了吗？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高兴，高兴，就是有点不轻松。送你了。大哥，我们准备去上海了。这里是深夜，中国的福利，高不长夜，真的是不得有人不理，我们共同面对的不一个现实，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来制止这一场动乱。硬硬吗？够硬。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美元 UFO
哥是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石头牙蹦出来了，本来就他妈不该活，滚！大江，开枪我能先打死你。放下！大江，你先开枪，我能先打死你。